当当，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是55种亮片、闪粉、钻石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泡沫球。那么，把它们混合到同一份透肽里面，到底会产生一份什么样的泥呢？来喽，花田和小熊的比赛开始了。这些颜色看起来都非常漂亮的闪粉，到底最后会汇集成什么样的颜色呢？最后会不会产生一种闪瞎钛合金眼的颜色呢？来吧，两只手一起动起来。马上就要大功告成咯。好了，我要开始玩了。55款填充物加起来还是超级无敌多的。等它们彻底混合之后呢，就变成了这样的形态。你觉得可以用一些什么样的词汇来形容它的颜色呢？评论告诉花田。